大家好，我是阿旺，今天过来赶海了。现在是最低潮的时间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养殖场的海域这边赶海，看看有什么漏网之鱼。走，出发。这里有个螃蟹，看到没有？有个螃蟹。呀，它潜到那个沙子里面去了，我去。看一下这个螃蟹。哎，好猛这个！别看它小啊，像这种螃蟹的话，夹也很疼啊。这种螃蟹，哎，走吧，小螃蟹，我去，哎，哦，后面，哎，哎，哦，哎，嗯，后面，不见了。十番，我害怕它咬我，都咬我吗？叫着我跟你说，就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不用叫着我了，不见了，找不到它了，现在。啊，这里。等一下，我还不逮。哎呦！抓到，大后。这种石斑鱼一看就知道是养殖的，看这种颜色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头好大。好凶猛的样子，哎，呦，哦，又多说了，爆桶先，上岸先，等下给他跑了，应该还有啊，应该还会有的，不疼，哎呦，太猛了吧，大哥，哎呦。一条，先放这里先，再找一下，应该还有很多的。这种东西养殖的都很多跑出来了。挖了十几分钟，有这么多，这里面也有2斤这样子吧，够吃一餐了，可以了。这个石头上长满了这个牡蛎，这个牡蛎就喜欢藏在这种地方啊。这牡蛎很有营养的啊，好大一个，这个跟那个生蚝有点相似啊，但这个比较小一点的这个品种。今天没有带工具过来，就放了它。你们在家找有什么抓的？哦，还是这种小螃蟹比较多，海葵啊、小螃蟹啊都比较多一点。那小螃蟹没什么用啊，看看有什么。哎呦，我以为抓到大货了。一只小虾米，小虾，咻，这种虾最好吃，就这种虾，那比较小。嘿，一个螺，不要了。什么大货？这里的水比较黑啊，哎，有青色在里面，肯定是的，要不这里的水面不会有那么黑的。嗯，我去，肯定有东西在里面。这水比较浑，肯定有东西。哎，青色，呜，好猛，看到没？太猛了吧，哎。让你夹，让你松开手先。嘿，按住它，啊！按住它再抓。哎呦呦呦呦，跑到哪里去？哎呦！呀！哎呦，一个。这个很有力的，这个啊，千万用手抓的话一定要注意点。这个也不是很大，也就
六七两这样子吧，不是很大。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，一条石斑鱼。哎，还很猛啊！哎呦，把它养着先。一个青蟹不是很大，还有一点的那个丁螺。现在收获回去了，走了，拜拜。